我去这么多事情，为什么？我恨你，为什么你要什么都不说，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？兄弟不是要一起玩，一起面对困难吗？你有时候真的很幼稚，幼稚到我觉得我弟都比你成熟。但是，只要我们这群人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第一个出来帮我。对不起，每次都是你一直听我们说心事，到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听到你说。你有种很奇怪的魔力。兄弟，我该说的你都知道了，你路好走。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大的度量，要是我早就爆气了。每次不开心都自己一个默默承受，都要等我问他，他才会说，真是一个智障。这不知道是他的优点还是他的缺点。不管他的优点还缺点，都是他的特点啊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不是在早餐厅的吗？完蛋，又忘记了。万一徐小鱼一整个晚上都不理我，我要怎么办？安心啊，我刚刚等一下开 Google 找就好啦。没事啦，兄弟，刚刚我拉屎的时候找到一间不错餐厅，真的带你去。好，那我赶快跟徐小鱼说吧。不用啦，我已经跟王伟讲了，走吧，我们现在就过去，走吧。
哦，女友狗哎、欸。他是狗。对啊，那时候我们真的做了很多事哎、欸。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高二运动会，我们准备校庆表演的时候吧。对啊，那时候每天都腻在一起，从早练到晚。真的超累的啦，不过拿特优的时候真的很爽哎、欸。哎，都是我们一起有的。